5月20日，邓超发微博说，小花妹妹她妈给小花妹妹画的小花，配图的是孙俪给女儿示范画画，没想到孙俪还有这一手，这艺术是相通的，此话也不假。妈妈陪女儿画画，邓超不忘点评女儿的裙子，说这个裙子有点过分了，是不是穿得像大人了？照片中两人坐在画架前，孙俪戴着帽子在认真作画，小花妹妹则穿着大露背裙子在旁边坐着，专注地看着妈妈画画。微博一经发出，邓超火速抢占自己沙发，看到小花妹妹穿这么露的裙子，他留言道，这个裙子有点过分了。网友也纷纷围观，并留言称，艺术熏陶的家庭真好，小花妹妹她妈真是多才多艺，不像她爹是个傻子。小花妹妹的妈妈给小花妹妹画的花真好看。经常秀恩爱的孙俪还在微博晒过一家四口在海边的合照，对比2012年的一家三口，如今又添了小花妹妹，不知不觉两个小孩也长大不少。看着他们一家，网友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，每每他们发微博都会感叹一番。